来，打一包杀人。拿一包杀人来，多的不说了，你们懂的啊。到了，已经到了，到目的地了啊，到这边了，已经到这边了，家人们，已经到这边了啊。直播间人气什么时候到1000，什么时候我们就上去了，好吧？对，人气到1000我们就上去吧，好吧。来，公屏上打一包杀人，分享一下阿伟的粉丝群，就这么简单，来吧。对，就这么简单，打一包杀人，分享一下粉丝群。 O 不 OK？ OK 的打个 OK 来。对， OK 的打个 OK。 谢谢你们分享粉丝群哦，谢谢你们分享粉丝群。来，300人了，马上1000人了。直播间什么时候打到1000人，什么时候我们就上去。好，打一包杀人来。我已经到这儿了，刚才那个账号被关小黑屋了，因为我看到没有，已经到了，看到了吧？我已经到这边了啊，已经到这边了。对，已经到这边了。刚才那个账号被关小黑屋了，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你们知道的。因为什么？你们都知道的。谢谢点赞，咱们把赞赞点起来，来打一包杀人。赞赞点起来，打一包杀人。直播间什么时候到1000人？什么时候我再上去，好吧？因为刚才说好了的，刚才说好了的，粉丝们都不是我去看，是粉丝们要去看，知道吧？所以必须要有1000人，不然我去看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吧，家人们？因为有一帮田匪啊，以前的田匪，有一帮是比较喜欢二妹的啊，比较认可她，比较喜欢二妹的，所以呢还是完成他们一个愿望，因为毕竟也是我的粉丝。我阿伟呢是一个有原则善良的人啊，我做这些事情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不是说找不到女人，也不是说三心二意，大家搞清楚了，不要在我这里带节奏，知道吧？我是一个阳刚志气的男人，对吧？我的粉丝们，我只听你们的话，谁的话我听不顺耳，一样不给面子，知道吧？我为什么听你们的话呢？因为是你们让我有了存在感，在这个互联网你们让我有了存在感，所以说我必须听你们的，知道吧？所以我阿伟今天晚上粉丝们都希望我去看一下，我去看的目的不是说我阿伟非要去看怎么样，是我完成粉丝们的一个愿望，听明白了吧？我现在到达目的地了，看到没有？再给大家看一下，直播间700人了，马上1000人了，来，看到没有？我已经到了啊，我已经到这个加号里面了，加号的楼下了，知道吧？看到了吧？我没有骗大家吧？我说到做到，我说来就来。刚才被关小黑屋了，也不是我的错，是因为你们不打正能量，所以就我在路上就被关小黑屋了。我现在到了，知道吧？我现在到了，已经听懂了吗？我现在已经到达这里了啊。我完成你们一个心愿，但是我希望大家把3个字给我打起来。对，啊，有些粉丝在带节奏，说我找不到女人了吗？或者我什么，没有骨气怎么的？我不是放不下，我已经放下了，是你们让我去看的，知道吧？你们让我去看我。我抠手去吗？我水果也没有买啊，红包也没有，直接扫一下了，家人们，直接扫一下了。我没有买水果，也没有红包，我怎么去嘛？等一下，这样扫一下，人家又不是
就为了让你们看一眼，还是挺委屈我的啊。我也尴尬呀，又不能扫一下，对吧？拿不车我去哪里？来，970人了，直播间970人了，马上1000人了，咱们打一波正能量，对吧？打一波正能量。今天的目的是把我的粉丝们完成目的啊。谁？你好。你没有段位啊？啊？你没有段位。什么意思啊？没有段位？神经病吧！真的是有些时候遇到疯子啊、哦！你看他莫名其妙，他连过来，他说你没有到位啊，没有到位，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我们没有能力，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还是什么意思？来，直播间1000人了，打一波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哦，现在我已经到楼下了，家人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晚上非要见到二妹不可啊、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那几个字看得懂吧？已经到楼下了啊、哦！今天我朋友跟我说的，在这个门口遇见了二妹，所以说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刚才这个人说我没有段位，什么意思吗？看你才是没有段位吧，我看真的是有些人没事儿找事儿啊。直播间1100人了，来打一波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直播间达到1500，我们再出发。因为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直播间有2000人，现在只有1100人啊。我想让我刚才所在的那些人都看得到，好吧？对，就这么简单。我的目标很明确啊、哦！我今天晚上来看二妹的目标是把粉丝们完成愿望，不是我自己想来看的啊、哦！搞清楚了。直播间什么时候到1500人，我什么时候去看。来打一波杀人，因为刚才挂小黑屋了，不然刚才有直播间2000人挂小黑屋了，就有些粉丝就看不到了啊。对，哇，1200人了，只有300人了，来打一波杀人，分享一下粉丝群。只差300人了，只差200多个人了，说到做到啊！只差200多个人了，因为我想让刚才在我直播间打让我去看二妹的所有家人都进来看到就是这一刻啊、哦！因为我们照二妹可能也就几秒钟就过了啊、哦，所以说大家我希望那个点时时刻刻大家都在。好吧，大家都在看，好不好？对，来1200多人，马上1500人了。什么时候人气到1500人，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好吧 ，OK。对，1300人了，来打一波杀人。什么时候到1500人，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好不好？家人们，废话多哦，废话多的话，那我不说话了吧？废话不能不多，知道吧，家人们？因为我们要办事情，肯定要说话。不说话，你们又觉得我是一个哑巴，我怎么行嘛？废话多。对不对？我说了1500人，我们再出发。为什么1500人再出发？因为我现在马上去看了，就看那么3秒钟 ，biu biu biu 过了，
你的是看到了，其他粉丝没有看到，知道吧？刚才所叫我来的人有2000多个，直播间2000多个人，不说2000多个都在看得到吗？1500个，我希望1500个粉丝都看得到。我不希望今天看了，明天又粉丝又叫我来看二妹，这样子很累，知道吧？很烦，知道吧？我希望的是今天大家都看到了二妹了，就下次就不要叫我来了，知道吧？而不是说今天开直播也让我来看二妹，明天直播也看让我来看二妹的话，麻烦，知道吧？来，直播间1300人了，只差200个人了，只差200个人了，来，1300多了，只差200个人了，来打一波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只差100多个人了，来，只差100多个人了。我说到做到啊，你们不要以为我不敢做，我不敢去，我说到做到啊。但是我希望要求大家一点，等一下我见到二妹的时候，我首先我第一句我会为二妹，我说今天粉丝们都叫我来，叫我带他们来看你，所以我就带他粉丝们来看一下你，那个方便录一下的话，就让粉丝们看一眼你，然后我把镜头转到录着他，之后呢？我希望你们公屏上打的字儿，打的字儿都是那个啥。我希望你们公屏上打的字儿都是什么？我要下播了。你好。你好。你好。老靠有问题，这些人老是黏我。来打一把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我废话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因为我今天我是来帮粉丝完成任务的。直播间1400人了，来，只差100个人了。打一把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我废话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今天我说了不算，是粉丝们说了算。我是来帮粉丝完成任务的。哦，不是，我想看二妹哦，搞清楚了，是你们让我来的，是你们要看的。哎，这什么礼物也没有准备啊，什么礼物也没有准备，只差80个人了，来打一波杀人，只差80个人了，1500个准时出发，我说到做到啊，我说到做到，只差70个，其实只差60个人了，只差60个人就1500人了，1400多人了，现在马上1500人了，来公屏上打一波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打一波正能量来。对，今天去看二妹的目的是粉丝们希望我去带他们去看一下二妹，所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二妹。我希望等一下大家公屏上节奏不要太大，好吧？好不好？对不对？然后呢？不要说让我们两个在一起，知道吧？因为没有那已经不适合了，知道吧？有些东西，这样子的话，等一下她老公也会在的。她老公在的时候呢，你们说话要注意一点，知道吧？我不希望大家产生矛盾，知道吧？我也会跟人家说清楚的。我说，哎，虽然以前我跟二妹在一起的时候认识了这么多粉丝。然后呢，这个粉丝们都想看一下二妹，所以我就带着粉丝们来看二妹了，我就会这么说的。来，只差60个人就到1500人了，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不要离开，得到结果，好吧？我希望我们都得到结果吧，好不好？好不好，家人们？咱们没有给主播点加号的，给主播点个加号，因为等一下我在外面网络有点卡，我怕粉丝们卡掉了，等一下找不到这个号，我号有点多，这是其中一个号，知道吧？我刚才一个号被关小黑屋了，比这个粉丝还要多的，我还有一个二十多的粉丝，还有一个50多粉丝，那个50多粉丝那个你们没有见过吗？哪天直播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号哦，那个号是等我想着等到过年的时候再播的，但是过几天就想播一下，
有50多万粉丝，加总共加起来就100多万粉丝了。我也这两年来还是直播间1470人了，只差20多个人了。来打一波杀人！我靠，我手机也没电了，只有20%了，只差20多个人，只差20多个人就马这个出发了。来，出发吧，准备一下。只差只差10多个人了。我说到做到，知道吧？只差20多个人了，家人们，就到这个1500人了。1500人，咱们就准时出发，好吧？记住三个字，打起来。怎么还差30个人？还差30个人，家人们，打不杀人好。还差30个人，我说了1500个出发，就是1500个出发，知道吧？现在只有1480个人，还差19个人，知道吧？必须要突破1500个人，我才出发。我说，哎呦，人气都我先掉了，那我先坐一会儿。来，1500个人给我破了，打一波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破了1500个人，我就出发。不到1500个人，我就。照着这里天亮，好吧？一位关键的铁粉都还没有到位，关键的铁粉都还在路上，还没有到位，知道吧？所以必须直播间充满了1500个人才能出发。我说到做到，我就是一根筋的，知道吧？你们说我废话多也好，你们说我啰嗦也好啊，我就是那么一根筋，对不对？我有要求，有目标，有地位。直播间现在是1490个人了，只差10个人了，来，只差10个人了，1500个人突破就出发，来，只差10个人了，我就是那么一根筋的，来，怎么又我下掉了？唉，等不了了，出发吧。你们得掉了，我得不了了，出发了啊！出发了，家人们。出发了啊！你们一直。出发了啊！出发了，等一下，我希望呢就是公屏上啊，这让记住，是这儿吧，家人们？我先问一下我那个朋友啊，我问一下他是不是这里，不要搞错了。我先录个视频给我朋友看一下，家人们。我先录个视频给我朋友看一下，然后我问一下是不是这里，他是不是在这里看到的？哦，你看一下，我录个视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这里？你今天看到的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这里？等我2分钟，家人们，等我2分钟，确定是这里了，我就去了啊。对，确定是这里了，我就去了。我怕去错地方了。来，打一包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我希望刚才直播间2000个人叫我来看了，这2000个人都能看得到，好吧？好不好？来，把你打一波上人，那2000个人都进来，来。
他说是家人们，他说是，他说是这里哦，他说是这里，那咱们出发了。他说是这里哦，这晚上有直播的吗？你没惹啊，那我去哪里找啊，家人们？这么的，咱们去住院部啊，住院部看一下吧。这里肯定是没有的，好吧？咱们去住院部看一下吧，好不好，家人们？这里肯定是找不到人的。可能如果说啊，如果说住院的话，可能在住院部啊；如果说没有住院的话，那就没有。来，直播间1700人，马上2000人了，咱们打一波1000人。来一波上人来，为护士。这里没人，是不是晚上都没人，家人们？是不是晚上都没有人？来，直播间1700人，马上2000人了，咱们刚才让我来的那2000人都来啊，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找不到地儿呀，家人们，我找不到地方呀。这去几楼啊？这
找不到人啊，家人们，找不到人啊，怎么回事儿？你们说我来晚了吗？是不是下班了？这里是不是都下班了？你们跟我说气质都没有了是吧？下班了吗？是怎么的？人都没有啊。是不是这个点都下班了？所以没人啊，一个人都没有。什么情况？值班的就看到一个保安，保安他也不知道啊。是不是下班了？他们没看到人啊。医生没有下班的，医院没下班的，那怎么没人啊？那怎么一个人没有啊？我绕了一圈也没看到人啊。问一下保安，这么晚了来医院干嘛？我来看二妹，因为今天我一个朋友说在医院门口，加号门口看到二妹了，所以匪师妹都说让我带他们直着包带他们来看一下，所以我就来看一下，知道吧？但是看了一圈也没人，是不是我是不是来晚了？我是不是来晚了，家人们？值班的，我是不是来晚了？我是不是来晚了，家人们？你来算什么？什么意思啊？我来算什么？我来算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没搞懂。我来算什么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来算什么呀？我来看二妹，什么叫我来算什么？问医生，没有看到医生啊。家人们，可能是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家人们，没看到人啊，没看到人。那个有个保安，哦，有个保安我看到了，但是那个保安也没他也在那里睡觉，我也没叫他，他也啥也不知道，可能他是不是晚上不上班呢？这么大个加号晚上不上班吗？这么大个加号哦，没上班吗？怎么回事？来，这么的，
没给主播点加号的给主播点个加号，没关注我的关注一下这个号，明天咱们再来看好吧。没看到人，我绕到楼上去了，这整个我都绕了，都没有看到人啊，整个楼我都绕完了，没看到人。你们没给这个账号点加号的，给这个账号点个加号。如果说家人们白天来吧，白天来，晚上可能不太合适，晚上没人。明天上午啊，明天上午来吧，明天周五来吧。明天如果说，对，明天来吧。哎，烦死了，白跑一趟，妈的，关你什么事啊？我知道，不管我的事呀。我只是说带粉丝们来看一下呀，我没有说管我的事啊。明天来吧，家人们，明天来吧，因为今天晚上太晚了，然后可能下班了，医院加号里面下班了，这个地方点一下加号啊，给主播点一下加号，明天再来，今天晚上太晚了，这个都12点了。没人啊，如果说住院了的话，明天也还会在的，如果说没有住院的话，也可能今天人家检查完就走了，如果只是来检查的话，检查完就可能就走了，如果是来住院的话，可能明天还要在，所以我们明天周五来看一趟，在不在就完了，好吧。谢谢点赞，谢谢，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这个账号，给主播点个加号，对，给主播点个加号，然后我就走了，我要去忙事情了，家人们，我去忙事情了，我就回去了，好吧，我要这样子了，你们懂的，刚才就是这样子直着播，所以就被那个举报了，所以就关小黑屋了，刚才这样子，呜这样子，然后就开着直播就被关小黑屋了，所以这样子是不能直播的。所以我现在回去也要这样子，所以就下播了，明天再来看吧，没有点加号的给主播点一下加号，你们放心啊，如果你们想见我，明天周五来的话，我还是会开直播，到时候啊，然后明天再来看，我就下播了啊，拜拜家人们，我就下播了，手机也没电了，家人们，好吧，来，拜拜，拜拜，家人们，拜拜，英子姐，拜拜，二妹姐，拜拜，拜拜，下播了，我得要走了，拜拜。